大家好，我是爱干的 Jason。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 Eco One 另外一个 Township Eco Grandeur 来进行拍摄。今天要拍摄的主角 Volkswagen Jetta 小改款，这个德国小轿嘛，主要的它是拥有 sedan 的实用性，它载人载客空间都非常大，另外它的性能也非常好哈。在 C segment 说呢，德国的品牌里面它算是佼佼者。好，今天它改变的是引擎的部分呢，主要拿掉的是 supercharger。 我们会在上路试驾说说拿了 supercharger 过后它的表现跟之前有什么分别，过后呢它外形呢也有改变，我会叫由阿Sim来介绍。另外它在大马销售的等级有三个，有 Comfort Line、有 Trend Line、还有 High Line 的。好，我们看看我们的列表啊，从最入门的 Trend Line 就109578开始，到最高阶的129578不等，你就看你的预算去看你喜欢哪一个等级。好，至于外形呢，我叫阿Sim来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 iGarage 阿Sim。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嘛，就是 Jetta 小改款。其实在外形上啊，看到 Jetta 这个小改款之后啊，其实是有比较稍微 refresh 的车头呢。我们都觉得啦，它的车头有点像是上一代的Passat 这样啦。其实某程度上 Volkswagen 家族面孔都类似，只是这次呢只是高稍微更明显的咧。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它这个 full spec 版本嘛，这个 highlight 是我们接到的版本 full spec 的，它的这个Daytime Running Light 呢，它是用这个灯泡的这个 LED 灯具哈，其实非常漂亮哈。然后它整个小改款之后呢，整个设计的更为扎实啦，层次感非常明显，尤其是它头灯里面这种镀铬金属的饰条的铺陈啊，让它的这个层次感缔造的其实非常好。然后 Full Spec 呢，跟入门版有什么差距呢？我们先说一下哈，就是头灯如果是 Full Spec 的版本，它是这个 Bi Xenon 的 HID 头灯，然后当然了，里面的灯具也更加丰富，非常好看。然后啊是有前雾灯的，然后轮胎是17寸的轮圈。如果入门的跟 Comfort Line 啊都是啊 Trend Line 跟 Comfort Line 都是16寸的轮圈，它这是17寸的轮圈，这是比较好看一点，头灯也比较好看。那我们看这次小改款之后啊，其实有什么不同？就是头灯嘛，然后就是这样子啦，其实车头的造型大概就是头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它这个最大的车头上啦，有很明确的这个水箱护罩的这个设计，非常漂亮啊，钢琴烤漆、镀铬饰条，还有很大的厂徽。然后延伸进入这个头灯线条哦，其实可以看到什么线条，其实它的头灯的里面线条啦，其实跟水箱护罩的这三个横栅是相互呼应的，贯穿进入头灯，让它整个有一体的感觉，有点像是新的这个 Volkswagen 的家族面孔。然后呢雾灯呢是这个卤素灯泡，方向灯也是卤素灯泡，只有远近光灯是 HID。 然后整个车头的设计啊，就是层次感是非常明显的哈。然后轮圈嘛，刚刚我说过了，它是17寸的轮圈，如果是入门版 Trendline 跟那个 Comfortline 就是16寸的轮圈。然后 Full Spec 呢是有标配，虽然它还是这样子长得像传统钥匙的，可是其实它是一个 Smart Entry 跟 Push Start Button， 但是它的 Smart Entry 呢只有前面两闪车门有这个感应装置，那后面两闪是没有的。刚刚我们说到嘛，其实 Jetta 的车头啊像上一代的 Passat， 那车尾个人我觉得呢就像新一代的 Passat 一样，因为尤其是这个 Highlight 的版本我们借到的嘛，它的尾灯是用这个很明显的 LED 组合灯具，尤其是它的尾灯啦，这个 LED 长的曲面的光条再加上三条短的 LED 光条，这个辨识度非常高哈，设计感非常利落、简洁、好看。然后它这个比较亮的呢，则是这个后雾灯的设计。至于其他呢，它的厂徽嘛是不可动的，就只是固定的。然后最大的名牌280 TSI 的扭力辨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倒车镜头。然后保感是比较扎实的哈，后面有四颗感应装置，左右都有反光板。至于排气管呢，是一个单边双出的配置。来，我们打开 Volkswagen Jetta 的这个引擎盖啊，引擎盖是非常重手的，没有油压顶杆哈，所以就要忍耐一下哈，但是
隔热棉啊，有在这里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隔热棉这一个部分呢，它主要这个细片呢，主要这个额外的细片，主要是要隔着这个intercooler 啊的这个额外的这个热气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 Jetta 的引擎室嘛，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面呢，有做到一些比较就是德国工艺一些比较细心的地方，就是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这两片嘛，各自都有一片呢，主要是挡着主要我们行驶上的因为风切声而产生的一些共鸣声呢，这一些地方呢，这些小细节呢，德国人都是会做的。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这一个主动的这个电池隔热呢， Volkswagen 一向都有做的哈。我们看看今天的主角了， TSI 引擎，1400cc 的 TSI 引擎，这一次的小改款呢，拔掉的是它的 Supercharger， 到底对它造成了多大的动力上面的损耗呢？我们上路就去探讨一下啊。整体呢，它的科技是一个直列四缸 Silva Double Wide Cam 啊，可变正时阀门，还有缸内直喷的引擎科技。它的动力数据148匹马力，250牛顿米的，整体的数据其实蛮可观。整体这一颗引擎呢，照理说呢， Volkswagen 的这个 1400cc 的TSI 引擎应该是相当省油的，所以我们在上路试驾看看它到底耗油程度到底去到哪里。我们看看 Jetta 的后车厢部分哈，开启方式呢一共有三个，你在钥匙上可以控制它，进行它的开启动作，在驾驶座位有一个按钮可以进行开启动作，另外呢，电池阀可以进行开启动作，这里呢还有一个倒车镜头啊，开启非常简单的，有一个油压顶杆辅助我们，非常轻松的把它顶起哈，整个车厢呢平整性非常好，门槛的位置相当高。这个落差的位置也相当深，整体的空间感呢是510 liter， 是蛮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整体的开口是相当小的，所以当我们提起重物的时候，像我们这个28寸大行李啊，我们去测试一下吧，很显然的它剩下的位置其实就那么两寸，所以其实稍微大件的物件呢，如果要放进 Jetta 的后车厢应该会有一点点吃力。好，整体的空间呢这么摆放呢，一个另外这边可以放一个中型的打直摆放，我们看看可以吗，打直摆放是可以的，整体的空间表现其实相当优。另外呢它这里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啊，在这里相当方便，还有一些挂物钩，6/4的椅背的拉杆呢在这里非常方便哈。坐上最大的车后座，来关个车门，可以听到哈，就是德国车嘛，关门声都比较好听啊，这是真的。那来先说这个后座空间哈，我的身高是169公分，我的膝盖呢有两个拳头，三个指头，头部呢有四个指头到三个指头之间，所以整体的空间其实我觉得对于德国车啊，就大来说嘛，这个 C segment 的车型啊，空间其实算是蛮充裕的。然后这个椅子呢，这个椅垫呢、是皮革包覆的。Highline 嘛 ，Full Spec 的这个椅垫是皮革包覆的，然后呢，大腿支撑稍稍有一点短，那整个皮革的质感是一般，然后也算是比较平坦啦，因为它的这个凹槽刻线啊也不会很明显，算是就是还 OK。可是背部呢，背部的这个支撑就相当好，它的这个凹槽的这个设计就比较理想，那坐起来感觉其实整体上算是还不错的。
那就是稍微大腿之间短了一些。整个坐姿呢，其实算是舒适，但是又有支撑性，这个是设定蛮好的。然后地板中间稍微有些隆起，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电源插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里有一个靠手，上面有两个自备架，这个质感其实营造的蛮不错的。然后这里呢，它是可以通到后面去的，这个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通到后面去，但是这个其实是整个可以拿下来的，其实还蛮特别的，对，然后就是把它这样稍微装上去就可以了，是这样子。那整个后座空间其实整体上的整个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坐上 Jetta 的这个驾驶舱嘛，这一张座椅啊，整体的感觉呢 OK 是皮椅的设定啊， Highline 嘛，其余的那另外两个等级呢就是是布料的，主要呢，这一个的它的整体的发泡棉的设定呢，支撑性是非常足够的，长途驾驶这一些也不用没有问题啊。另外呢，它整体的造型啊，它是陷下去的，左右的这个隆起的位置呢，有稍微让你包着在整个椅子上哈，还有左右的包覆呢也非常足够哈。这张前座的座椅呢，我觉得。司机座椅来说呢，它非常撑直啊，整体非常优。前座的这个座椅呢，它是一个12向电动调整啊，副座呢是手动调整的，还有呢它的驾驶盘是前后上下可以调整的。我们来看这个 Volkswagen Jetta 的内装配备哈，我们接到的是 Highline 的这个 Full Spec 的版本嘛哈，有什么其他等级没有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Pedal Shifter 这个换挡拨片是 High Spec 这个 Highline 才有的，然后 Smart Entry 跟 Push Start Button 是 Full Spec 才有的，皮革座椅、电动驾驶座是 Full Spec 才有的。那刚才我们在外面车头介绍过嘛 ，Full Spec 才有这个 By Xenon 的 HID 头灯啊。然后其实它还有这个 AFS 的转向功能，以及那个侧向辅助灯。其实，在头灯的这个配置上啊，其实是蛮完善的。这就是 Full Spec 才有的配置。那如果是 Comfort Line 跟 High Spec 啊，就是中高阶才有的东西，像是定速巡航系统。还有这个多媒体驾驶盘的操控啊，这是中高才有的。然后5寸的这个触控萤幕，还有支援那个倒车镜头，这也是中高阶才有的。双区恒温空调，这也是中高阶才有的。然后自动头灯雨哨也是中高阶才有的。然后我们来说这个比较大的内装配备啦，其实可以看到哈，它的设计语言啊，其实跟它家族大部分成员同处一辙哈，就是。软质塑胶的材质，硬质塑胶皮革的驾驶盘，这种很明显的层次感搭配啦，同时用料相当扎实，对它的这个配备来说啊，对它整个设计语言啊，整个视觉感受来说，是非常耐看，非常持久的，就是一代换一代，就是这么多年了嘛，这么多代的车子了，其实它也继续沿用这样的设计，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啊，都仍旧是一个很好看的设计。然后这次它小改款了之后呢，用了一些木纹的设计啊，然后一些很多镀铬的饰条啊，所以让它的整个车室的质感啊，那个视觉感又更丰富了一些。然后我们来看它的配置哦，同样三辐式的驾驶盘，皮革包覆，钢琴烤漆，金属配置。同样，这边是定速巡航系统，这边是多媒体控制，所以整个驾驶盘，家族式的设计非常好握，非常好驾，很好操控。再加上 Full Spec 有这个 Pedal Shifter， 当然年轻好玩很多。然后这个仪表板。是左边转速，右边时速，中间有一个资讯显示，左边转速下面有水温，右边的时速下面有油量，然后中间的资讯幕呢，可以通过这个小操控盘进行资讯的切换，像是一些油耗啊、里程数啊、距离，然后时速啊、油温之类的，都会在这个小资讯屏幕上显示，那非常丰富啦。当然，这个。资讯幕嘛，这个仪表板啦，对，这个仪表板，这样的设计
白色搭配红色啦，其实对绝大这种啊年轻族群小有运动化的车系来说，其实非常好看哦。相当有动感，相当有一点战斗气息，这其实非常好看，真的蛮特别的。然后这边是灯具的转盘，有自动头灯，然后小灯、大灯、远近光灯，还有前后雾灯都配置在这边操控哈。然后这个5寸的资讯萤幕，其实某程度上有点小哈，但堪用啦。然后它的功能像是 FM 啊、电台、多媒体啊、USB 啊、AUX 都可以在这边操控，然后一些设定。然后还有这个电话的连接，然后它有这个，它是有光，可以支援光碟机的。然后这个电话的支援呢，它是有 Mirror Link 功能的，要用 USB 连接嘛，哈。可是其实它可以支援的手机也不多啦，然后支援的功能也有限，就是大家就是实际要买这辆车，要先跟那个销售人员啊洽询一下详细的这个资讯。然后同样上面有支援 USB 插槽。AUX 插槽以及 SD 卡的插槽都在这个中控屏幕下方哈，然后下面是双区恒温空调，可以针对双区设定不同的冷气温度。再下来呢，则是这个 DSG 干式 Dry Clutch 的这个七速排挡杆在这儿，然后 Engine Start Stop 的按钮，它这个按钮哦，平常一般都是这个金属的圆形的按钮嘛，它这个仍旧是圆形啦，可是其实它连着按下去的是它的方块的这个设计啦，所以还蛮可爱的。然后这里有这个 parking sensor 的开关，然后有引擎怠速熄火的设定，然后下面这里收纳格呢就有一个电源插槽，12V的电源插槽，然后再下来手动的手刹车，然后两个置杯槽，下面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置物箱，然后靠手是可以前后滑移的。然后嘛，我们来看其实Jetta比较重点的配置就是它的安全配备。全车系不管从 Trendline 入门版到 Comfortline 到 Highline Full Spec 三个等级，全车系标配6颗安全气囊。整体来说，这个价钱啊，这个配置啦、是非常齐全的。然后呢，主动安全系统啊 ，ABS、EBD、BA。甚至是 ESC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全车系标配，我觉得对于乘客啊，对于驾驶啊，它的安全配备的照顾啦、其实是非常完善的哈、在这个等级这个价位里面 ，C segment 的车型嘛，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给的很不错。那这个价钱呢、其实某程度上啦，比较起一般的就是日系车啦，其实都在同一个价位上哦，所以其实在整个这样的配置上，虽然。比较简单，可是却是非常实用它的东西。那所以比较起对手啊，它真的竞争力蛮高的。所以就是主要就是看那个驾驶品质如何。那我还有点忘了说了，就是它的车窗嘛，四闪车窗全部都是全自动的，你只要按一下它就全开，按一下就全关，不用一直按着，很方便。然后还有杰森经常讲的嘛 ，Volkswagen 的这个水壶架，这个 standard 都是可以放大水瓶的，所以这个非常实用，这个真的很好用。那其实大致上，我说一个的这个Jetta的内装配备，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哎 ，Jason 啊，Jetta 嘛，1.4公升呐、我们这次把它简单分成两个方向来讲啊，这次他把这个在引擎部分那边讲了嘛，他把 supercharger 拔掉了，所以就是先说优点啦哈，先说优点，等下我们再讨论缺点。OK， 优点你觉得这辆车价钱怎么样？这辆车它的优点，它是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行政人士的汽车了，最主要的它的设定啊。然后我觉得它整体的几个方向啊，它的动力其实拔了那个 supercharger 嘛，拔了 supercharger， 其实影响动力方面呢，的确是有影响一点点，但是其实它动力是足够的啊。它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底盘，它底盘非常优了，它优在就是它。维持它 Volkswagen 本身原有的这个车体刚性嘛，是它的精神所在嘛，也对，它的车体的车型这一些是非常少的，即便是有车型都好哈，它的前悬吊跟后悬吊整体的
这个底盘的配置嘛，啊，这个对，尤其是我非常有一点赞叹，就是啊，它的 absorber 的 Q 度啊，无论在就尤其了，尤其在舒适驾驶是啊，特别好。尤其是滤震能力特别好，但是在滤震能力特别好的，即便是德国车了，我们驾过了这么多嘛，是都发觉，通常那些弹跳跟车倾的抑制都比较差，这一辆绝对不是，我非常喜欢，Jetta 的这个 Q 度，所以说他把车体的重量、车体的刚性跟吸震器的那个表现拿捏得非常好，对，所以他照顾刚性，操控的同时舒适性也照顾得到，所以这是它厉害的地方，而且也不是一般的舒适而已，所以我非常就是哇，我其实真的蛮棒，它的车体真的设定得很好，对，然后我们现在说悬吊配置嘛，前面是 MacPherson， 后面是猫迪利，其实整体来说在这个设定上其实给的蛮算的是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它的本身的强度啊，它的这个整个悬吊啊，车体的强度真的有照顾到它整个操控方面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对，它你绝对不会丝毫发觉，即便呢、今天你加的比较快，不要说直接超加，它的弹跳的不明显，完全不明显，而且一直的非常的渐进式的，你绝对不会觉得是不舒适的。这一点是我非常。敬佩它的这个底盘的调教能力了，没错。还有就是它的驾驶盘，驾驶盘的回馈重手这么一切呢，还有就是指向性呢，都非常精准。了解，对，是，这是它非在操控性表现嘛，都是风速跟一致非常优越的一个设定。它 我觉得 Jetta 这它在某些方面是吗？在操控的地方下的功夫，比起一般的 Volkswagen 车型呢，都下的比较多了一些。了解，所以真的是你刚刚说它是其实入门行政嘛，其实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很年轻族群的一个小型 sedan 车，就是这两个方向。对，没错，就是这两个定位方向。然后当然它也强调说，它的这个。油耗嘛，也是它的一个强项之一啊。是，官方表示它的油耗数据是5公升可行驶100公里。那我们其实这几天加下来的数据是差不多7.6公升到8公升左右可行驶100公里。其实整体数据看你怎么加啦，其实它真的是可以很省油，因为1.4嘛 turbo， 所以大致上都辅助得到。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其实比较优点的方面啊。我想说我个人感受了，就是。C segment 来说嘛，是以 C segment 来说呢，如果直接对碰的这些日系车呢，其实真的完全是有两码子事，对，两码子事，因为日本车的，就是你不管怎么，就是它的个性就是都是车体较软，然后这个操控的表现真的是会感觉到天差地远的。我们这么说好像是在表日本车嘛，其实我想带出一点，就是即便今天日本车其实也蛮在车体刚性啊这一方面已经开始了加强了，但是德系车呢，同时也以相同的幅度一起增强，所以他们的那一个差距还是在那，就是在那一边了，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对对对。那我们也来说一下这次其实比较明显感受到的。缺点好了，就是它最主要大家会想问的，就是今天觉得大1.4公升这辆接近1.3吨的车嘛，把这个 supercharger 拔掉了之后到底影响多大。其实我记得我不久之前才驾了还有 supercharger 的 TS 那个觉得大差距蛮大的，其实刚刚说其实力道还是有，它是1.4公升 turbo 开了以后那个力道还是有，可是 turbo 开之前呢，我觉得啦，就是拔掉 TSI， 拔掉 supercharger，嘛，就完全就丧失了 TSI 的精神了，我是觉得啦，因为你
尤其是在Jetta 的身上，因为想想了 Jetta 1300，1.3吨，1.3吨，以一个1400cc 的自然进气了，如果还没有涡轮增压介入的时候，其实是蛮大的负担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对，很吃力。你真的是很明显感觉到，这一个 facelift 过后拔掉的 supercharger 的 Jetta 呢，在第一扭的表现确实是它的致命伤。是，它之前可以是说，哎，非常灵活啊，非常活跃，然后一碰就走那种。可是现在就，真的是少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尤其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是 OK。假设我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然后我在 Midland， 我在中间的车道，啊，我突然要切去快车道超车嘛，我就切过去了，然后我踩油哦。然后车子是没有反应的，它可能要多个1到2秒，哎，你才感觉到那个推背的感觉突然出来。所以它即使是官方强调说它的涡轮介入是1000多转嘛，可是其实你比较感觉到明显，如果一般行驶慢慢渐进式的，可能2000转你就感觉到涡轮介入。可是到在那个情况下，就特定的情况，就是你要很急速的让它加速，它可能要到3000转，你才可以感到觉得那个扭力的介入，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它的迟滞是比较明显的。对啊，这个 Turbo Lag 在这一代的就小改款了的 Jetta 身上真的尤其是它在普通档了，就是在低档的时候嘛，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的这几天驾驶我都挂在 S Mode 吗？对。因为这个七速干式 DSG， 其实在这一方面真的帮上蛮大的忙啦，所以我只选 S Mode 来行驶了。它会让你驾起来比较平顺的，那个换挡逻辑啊，比较聪明一点。然后那个，因为它转速本身也稍微帮你拉高一些，所以我们就可以时时刻刻都挂在就 Turbo Kick In 嘛，就涡轮就会介入啊。但是也有一个顾虑啦，就是你说干式 Dry Mode 的七速变速箱，然后你一直挂在 S Mode， 那其实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也不太好说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只能这么说啦，就是。即便是 S Mode 都好哈，我们都要以比较温和渐进式的。如果这是超价的 S Mode S 档嘛，可以稍微玩一玩啦。然后我们让它就足够的时间让它冷却一下，才回来再超价嘛，就是要相当温和的去超价这个干式的 DH， 尤其在大马气候啦。没错。好，这样我们也稍微做一个隔音测试嘛，哈。对。现在的时速差不多也。等。好。OK， 可以了。它的分贝仪显示其实差不多是65左右，65、66这样子的数据，所以其实我一般德系车的表现啊，就是都是。宁静，都算是还 OK。然后其实比较明显可以听到在车里面的，其实我们比较说是轮胎滚动的噪音吧，哈。对对对，是这一方面其实比较明显的这方面。是，那其他大致上都，其实真的这辆车，我觉得我还是很好驾的。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它很省心啊。你驾这辆德系的Jetta 嘛，这个。非常省心，然后你要力道的时候它会出来啊。虽然我是长期挂着 S mode， 第一 mode 我就会觉得整个有点不协调。对，在那个油门的跟输出，就是你踩了油，它可能就是反应普遍都会迟缓一些。对对对，另外我想给个 credit 它啦，就是它的刹车，它刹车呢，如果一些朋友是喜欢刹车力道很好的话 ，Jetta 可以给到他，因为 Jetta 的刹车力道抓得很紧啊，咬得很紧，非常紧抓的啊。是，好，所以这一边我觉得是他厉害的地方。这几点是 Jetta
优点跟缺点的，我觉得是。那这次我们也把它比较稍微简单列出来给大家稍微比较明白一点了哈。是，那今天我们的试驾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哈。好，是这样，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朋友也在影片下方的 YouTube 留言给我们讨论。那也把我们影片按个赞，然后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哎订阅我们的频道啦，谢谢大家，谢谢。